我一杠一。一杠一。我不怼弹幕的，我不怼的，我怼弹幕干嘛？我一般跟别人说话，我都不会骂别人干嘛的，我不会的。只是你们觉得我会骂别人，知道吧？有喷人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有喷的人很正常啊。点个煲仔饭吃一下。有喷人很正常的。我操，煲仔饭关门了。他妹的，怎么那么早关门呢？关门都不知道吃啥了。不，哦，桶香小炒木桶饭可以，木桶饭可以吃的。木桶饭跟包子饭差不多，腊肉木桶饭招牌可以来一份，不辣的，吃辣的吃不了。加个蛋吧。我今天拉吗？我他妈只拉了一图，我操！就说我今天拉了，我一个他妈的关键的一图没发挥，这是我最气的。他妹的！我吃腊肉，那个炒什么芹菜，好像是木桶饭。